籍里面的憋鬼。我们这次花了很大的成本推出这一张专辑，它是对于这个社会上面很多现象还有主流的价值观提出了很多问题，我希望透过这个专辑来去抛砖引玉，想办法得到一些答案。好，接着下来要为各位带来一首不要说五年级世代，三年级世代大概就有印象的一首歌。真的吗？徒弟，你知道当当当当吗？当当当当。